欢迎收看娱乐一七八，你好，我是严江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Astro 本地圈全新的健康资讯节目《健康有料到》。你好，我是关翠文。欢迎收看《花花新世界》。你好，我是演员。你好，欢迎收看9月26日的体坛夜总会，我是运传。你好，欢迎收看新闻多看点，我是慧敏。每个星期二晚上11点都会有我的出现，和你整合分享一些实用的健康保健养生资讯。就好像连续剧一样啊，天天都有新的发展。从机器人、玩具屋、玩具车、巴黎铁塔、房子、汽车、花草树木到动物模型、食物，都可以 duplicate。每一个登记成为选民的华人，现在都说我要去投票，我要去投票。现在发生在现实生活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为什么会有这些传闻呢？为什么拉西要走？其实当明星、当艺人，甚至当模特、当主播啊，天天要面对镜头、面对大众、面对大家的双眼，其实他们的压力也相当大，有时候大家也要体谅一下。而且有很多烦恼是大家不能理解的。那这可不是我说的哦，上届大选那个预测神准的前财长顿达印，他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半公斤重的芒果热量大概是280大卡，相当于一碗白饭呢。你们说3个月，我服了3个月，身材没瘦下来。我现在连排便都有问题了，这个肯定是少数个案了。下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。